哎哈喽，今天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状态怎么样？睡得挺饱的。今天好像特别好啊。特别特别啊。特别特别。今天录制比较特殊，那你帮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。啊？介绍今天的嘉宾？嗯、我该怎么介绍？隆重的介绍一下吧。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，是我的老婆。我刚刚看到他们已经拍完开场了，然后是吗？对，要不然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怎么没带我呢？这开场怎么不叫我呀？我赶紧上去。太奇怪了。到了。啥意思是？你媳妇儿丢了，快来找，再追她一次，你怕了吗 ？Come on， 老公来追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。凯哥，苗苗他们已经出发了。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追赶他们。如果在行程的终点，你还没有追上并撕掉苗苗的名牌，那就要接受一个终极的惩罚。这个是你的生活费。什么意思？今天一天我跟兄弟团们都碰不上面了吗？是的。今天一天我要一个人录制吗？对。我们也不会给你安排车辆以及一些餐饮，并且你的手机也会我们暂为保管，你就拿着这点生活费，然后争取早点追到苗苗。20块钱，20块钱，没有车，没有饭，还没有电话，你让我怎么活？才20块钱，我们在济南这么大的城市啊，这也是个大城市啊，20块钱怎么活？再给他10块吧，再给他10块，太惨了吧。实在不行的时候，我只能抛弃你了。不能，你管我们吃喝。我还得管你们吃喝。天哪！我们今天就跟着你。他们现在已经出发了，但至于他们去了哪里，你现在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你得先去黑虎泉的虎泉阁完成任务，那里才会告诉你他们在哪儿，才能找到他们。